哦，比我腿都长，嗯，比你腿都看长。到吧？嗯，那脑袋比你脑袋还大呢。我和汪汪妹在那个贵州的支嘎阿鲁湖钓鱼，钓了这第8天了嘛。今天呢，有事要去那个安顺了，然后收拾收拾东西。在这里钓鱼啊，手竿不是很理想，就是那个抛竿，鲤鱼、草鱼也没有钓上来。只是这几天呀，钓了几个鲢鳙，太小了，这2、3斤的全给放了。还有一条大的，还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。那这一装就行了吧？这有的东西装屋里，有的东西放外面。哼哼，那你就慢慢收拾吧。东西收拾完了，然后那里也是昨天来的，估计要跳好几天。看到这个绳子了吗？其实这绳子是拿来晾衣服的，被我拿来拴大水牛了。哎呦，这就是8天的收获呀！看你美的哟，哎，死了吧？没死，看，还活着呢。哎呦，其实这个鱼没有多大，才几斤，看到没有？有，才几斤？这就是我一个星期，昨天晚上我钓咋的。感觉他脑袋比你脑袋还大呢？反正全都能看了吗？你基看本全都你能打。看他脑袋比你脑袋还大。哎呀，哎，哦，摔死了我。就得弄死他！大家猜猜这个多少斤？你猜？那咱们还是拴着他吧，还是怎么着？你杀鱼咋杀了？你拴着他？抓鳞呀。你不弄死了再挂吗？不啊，还得开膛啊！哎，快弄啊！哎，就在这儿啊，弄在在这哪儿河边了？儿啊。就在这弄呗，弄了过去洗洗。他不会乱蹦啊？我哪知道？我又没杀过鱼。哎呦，痛！哎呦，痛！大不大？这会儿你得该吃爽了啊！哦，比我腿都长，嗯，比你腿都长。看到吗？嗯。那脑袋比你脑袋还大呢，抹点盐，还有一个我来杀，3斤的，4斤的，我来吧，看你那样了，快点，来，放哪儿呀？先放袋子里，啊，放里面吧，一会儿来，来，哎呦，这个桶都装不下。这里还有一条，两个都要宰了吗？不宰了留着干嘛？这个稍微小一点，其实也不小。也不小是吧？4斤多呢，小什么小？那在街上买个4斤多的还得花几十呢。解开它得。那。有，来一份，溜着它玩吧，当你宠物吧。哎，人家318遛狗的、遛猫的、遛鸭子的，还有遛鸡的，你看到过遛鱼的吗？来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哎，看你蹦跶到什么时候嘛，这个还是可以吧？给我吧。哇，这点鱼得吃多少天呀？看到没有，全部弄好了，就这么腌上它就行了。哎，调料腌上。我的妈呀，不花钱呀？这是花钱儿，肯定腌吃嘛。那你腌上它就放桶里边？腌了我再装口袋里。先腌腌它是吧？不要腌太咸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死了，要抹匀。你不用改花刀吗？不用改，先腌着。啊、腌了放到冰箱里，改什么花刀？到了那边还洗呢。哦，那就直这么直接装袋子呗。其实稍微抹点儿，
它就不会那个了。其实抹上它放一晚上没事儿，是吧？放了花椒面儿。葱姜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哎。姜有，没洗。哦。还有一小块儿。比脑袋还大呢。有啊。有。这嘴。吃了你。把鱼装在袋子里边，就是用盐腌上了，然后放到它冰箱里面就行了。明天就吃了，反正它也坏不了。好放吗？好放啊，一词儿。哦，那可以。一大包，十七八斤。哎，能放进去就行。别的东西就先别放，那别的东西就先别放了。